好，我想要两只大的蛋卷冰淇淋。蛋卷冰淇淋是再两杯冰旋风，两个苹果派，谢谢。好，那你蛋卷冰淇淋，请问收纳吗？是的，没问题。OK， 谢谢。要拿的吗？蛋卷冰淇淋两只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谢谢。哦，208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是乐团理想混蛋。前奏是 YouTuber 嘟嘟妹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你。我后面没有车，我们要再唱一首歌送给你，好拽哦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。还要弹吗？我独自盘旋在看得见你的轨道，仰望着你一圈再一圈的围绕，我不能靠近，却也不愿远离，习惯在你。熄我的孤寂，你成为了定律，我放弃了时间，穿过了一天，过了一季，过一年，你一如往常，发着光，而我就这样真的被遗忘。民谣乐团理想混蛋音代表作《行星》，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，歌名均与地球科学相关，在网络上被封为地科系天团。日前 YT 频道 The 嘟嘟 Man 嘟嘟人邀请理想混蛋上节目，以乘车的形式受访之余，还让团员们挑战唱歌点餐，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欢迎理想混蛋。那你们大家肚子饿了吗？小饿，中午没吃吧，对不对？先带你们去吃点东西啦。哦，那我们吃大餐不能光吃大餐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当然要给你们跳脱一下舒适圈。好的，我们频道跟德来素有一个很棒的缘分。Number seven 啊 ，Number one， 好像有看过那一个，这是假的。那你们想知道挑战了吗？等一下呢，你们其中一位要跟德来素店员点餐的时候，用唱歌的方式。边唱边好，那、啊、你们决定要谁？这么重要的任务，当然是交给会唱歌的何建廷。Yeah! 那建廷要跟你换位置哦。OK 啊，可以换。然后我们等下那个旋律，我们是要用周杰伦的《告白气球》的旋律。有点难。我觉得还是交给欧。其实等一下有很多其他挑战，你们每一个人都被轮到，所以这个说不定是最简单的，说不定哦。还是就原本是坐在这个位置的，是我。好啦，算你行。我觉得可能会打头阵。Oh my god！ 可以，来一杯哦。好，那大家吃什么呢？我们要吃很多哦。对对对，我们家点完都会给你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进去了。舒适圈啊，等等，那你们先告诉我要吃什么。会紧张是不是？你点什么？我很紧张哎。好，那我就六块鸡块。那我一个大份薯条。那我一个麦脆鸡啊，我一样，鸡块薯条。那饮料我要玉米浓汤，好难啊！鸡块薯条、麦脆鸡、鸡块薯条。爱哥，我想点一份麦脆鸡，好会唱，配薯条。红茶去冰，原味辣味，原味。然后跟你们茶去冰，是的。还需要其他餐点吗？还要再加购一个六块鸡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玉米汤，玉米汤。再一个玉米浓汤。单点小杯的吗？小杯的就好。好，那280。谢谢你，拜拜。好强啊！感觉他很镇定，太镇定了，要不然就我去。谢谢，不好意思，我去前面，谢谢。哎，你的那个字跟那个 rhythm 跟曲都搭起来，太好了。有时候还会压到韵。其实我是觉得没有很脱离舒适圈，我平常很常做。我现在有点好奇，等一下开上去的时候他是臭脸还是？哎，我听起来很开心。是吗？等一下开窗的时候，他会觉得是演。没有没有，你那边给好了。你等一下跟他对话也是继续唱歌哦。亲爱的，你好，有旁边会员转寄吗？我们只有开机卡。OK， 好，谢谢你。
这是我的信用卡，麻烦你帮我刷卡，也不用不用通便新年度的优惠券，麦当劳优惠券获得了。理想混蛋你有听过吗？哦、oh, 谢谢理想混蛋，谢谢，很好听，拜拜拜拜，好可爱哦。那我们现在来确认餐点有没有都点对。我觉得可菲是不是很喜欢这个游戏、啊？对啊，他其实是哦，是很舒适的，是的、哦，是的。你是想做这件事情很久很久了，很正当理由，没有棒。感谢嘟嘟们，有都点到。哎、欸，可菲自己有点吗？没有，太紧张自己忘了点。这薯条有点开心了。那等一下吃完，我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听你们的成名曲。嗯、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，大家吃完就直接在车上来一个 live 版本。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，不是因为看见星星才想你，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才一直一直一直在脑海里复习，拥抱你什么角度最合适，其实我常会想象我们老了的样子，左边牵着手，右手拉小狗，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，其实我因为早天气才这么说，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，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。刚刚欢乐的听完美好的歌声，我们现在想说，刚刚应该大家没吃饱吧？是还可以吃得下。我想说带你们去吃一下，也是算甜点吧，高级的甜点。你们一定没听过，就是麦当劳的那个雪碧。那我们这次挑战请基丁好了，等一下就坐在这边，然后我们结账完，你问那个店员可不可以唱一首歌给他听啊？如果他不要的话，你说那我可不可以还是唱？OK。不，你先做自我介绍，说你们是谁。那、啊、如果他认识你们就好办，勇敢 ，OK。真的跳脱舒适圈。那基丁想唱什么歌？行星好了，够劲，超快。我以为我还有时间准备。你好，我想要两只大的蛋卷冰淇淋。蛋卷冰淇淋是在两杯冰旋风，两个苹果派，谢谢。好，那你蛋卷冰淇淋，请问收拿吗？是的，没问题。OK， 谢谢。要拿的吗？蛋卷冰淇淋两只哦。OK， 太好了，谢谢。哦，208。最后一个窗口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208，好可爱哦。要唱是不是？星星的副歌。我要先自我介绍，好紧张。来看你，这群怪人。208，你好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啊，不是。等一下，然后唱给你，就是给你唱歌的那个。啊，谢谢。还是你想跟我们唱？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是乐团理想混蛋。前奏是 YouTuber 嘟嘟妹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你。我后面没有车，我们要再唱一首歌送给你。现在哦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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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要弹吗？我独自盘旋在看得见你的轨道，仰望着你一圈再一圈的围绕，我不能靠近，却也不愿远离，习惯在你熄我的孤寂，你成为了定律，我放弃了时间，闯过了一天，过了一季，过一年，你一如往常，发着光，而我就这样安静的被遗忘。谢谢，你们歌声好听，我就忍不住。哎，好棒！
家好，我们是 The Doodoo Man。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看我们的影片，然后喜欢这方面的内容的话，欢迎到我们的频道 The Doodoo Man 嘟嘟人看更多的影片。我们主要是做一些挑战、自我提升跟旅游的影片，环绕在跳脱舒适圈的精神上。所以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一起跳脱舒适圈的话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才不会错过以后的影片哦。